小安，小安，对不起，公司换编剧是为了给公司一个交代，也是怕你在公司受委屈嘛，确实没考虑到后续对你工作的影响。哎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一下，在投资人面前我也是个乙方，我有很多无奈的。小安，我跟沈总那边已经解释过了，一跟姚总已经澄清这个泄密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看我在做点什么，只要你开心。我想静静，赶紧回去吧。小安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，好好的行吗？小安。几天不见，想没想我？我和我女朋友聊点私事，请你回避一下。女朋友？我怎么不觉得她是你女朋友啊？你呀，既不贴心又不温柔，让她在公司抬不起头，还被开除。哼，女朋友？你被公司开除了？是因为和我们公司解约？小安啊，别担心，你的工作云哥都帮你搞定。不需要，他就是躺在家里我也能养得起的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在你心里他就是一个只能依靠老公没有能力的人了？你少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都给我闭嘴。我让你走。你合同给我，可以走了。我让你走。你请回。